经答应了朋友，我就要守信用。觉得你朋友重要啊，你阿姨都重要啊。哎呀呀，唔得唔得唔得，我先好辛苦，坐先坐先。哎呀呀，点样啊？哎呀呀，俾我唞下先。老公，你撑住啊！你个仔唔嚟翻嚟啊！强哥，你咩事啊？强哥，我唔好气啊！你打俾阿Mac未啊？打咗。我打好多次都未接电话啊，老公。冇接，好多轮都冇接。喂，唔好 call 啦，我哋 call 白车好啲啦。call 白车。老婆放心，个仔会翻嚟嘅。你撑住啊！你唔好有事啊！你冇有事。你对佢有信心。你电话放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在这边。我拉我这个老妈子 call 了那么多的 miss call， 太得空了。Auntie 阿莲哦。Hello， Auntie 阿莲。仔仔啊，你仲可以咁他条噶嗬？你知唔知道你老豆入咗院啊？不要开玩笑啦，啲阿莲。边个得闲同你开玩笑啊？你知唔知道你妈 call 咗你十几轮啊？你爸入咗院啊，咁重要啊，你都唔接电话。现在我爸爸在哪里哦？你而家先至会关心你爸响边度啊？你爸出咗院翻嚟屋企咗啦。Sorry 啊，啲阿莲，我今天忙了一整天，我没有看到电话，也是刚刚回到公司才拿到我的电话的。全世界得你一个人忙啫，我哋全部好得闲嘅，我哋冇嘢做嘅，你啊，正一叉烧仔嚟噶，冇鬼用噶。爸，妈爸在哪里哦？安迪阿莲，上手！我爸已经进了医院了，你没好心在这边打麻将打通宵。又系你嗌我嚟呢度学打麻将吗？妈，我真的给你气死了！爸都已经进了医院了，你还在这边陪他们玩麻将？爸，你不是进了医院咩？我都冇事咗啊，没有事就好。之所以系我呃你嘅叉烧仔翻嚟噶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咁容易呃啊！我呃我仔翻嚟咯，在边度有人诈病噶？我梗系翻嚟，我系抱孙啦。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，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伴在爸妈身边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分享保护心脏的资讯，希望爸妈能活得健健康康的。出来社会工作之后，我才发现阿莲安迪让我真正明白，心在，爱就在。